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爱国，没有什么高不可攀，神秘要变成英雄。因为怎么的呢？现在我们每一个人，现在只要你把岗位的工作做好了，就是爱国。每一个中国人能把你自己的岗位工作干好了，我们的老师把课教好了，我们的学生把学习做好了，我们每一个公务员把你工作做好了，我想这就是爱国呀。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做到，那国家变强大。所以我就想要提倡爱国，而且呢，不是高不可攀，都能做。现在不需要你抛头颅洒鲜血，只要你能把你时间、知识、精力献给你的岗位，献给你的事业，献给你的国家，我想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。